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跟李艾啊聊这个一叫什么？一朝忽觉惊梦醒，半世浮沉雨打萍。我们一下说了两天，觉得说的真是意犹未尽。主要是你意犹未尽，对，他是你好高兴啊，聊的。他是看那个东西看到身历其境，你知道吗？要依着我的意思，这个事情啊，真是可以谈很久。对吗？对，但我们节目监制说够了，够了，不让再聊，那就不聊了。实际真的，我建议你啊，看看这个文本，看的时候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嘲笑当事人的心情，对吧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碰到的可能比人家更狼狈，我觉得这是人性啊，而且就是说啊。这个哎，算了，不让说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咱们说说这个哎，我可以怀一下旧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想有一个怀旧，就是什么呢 ？HMV，你知道吗，李艾？我当然知道。像你们这个九零后的，是不是不太了解了？其实我在我娘胎的时候，嗨，我真不能装九零后。但是我确实以前还真的挺爱去 HMV 看碟的，因为那时候去那个地方看碟、买唱片或什么样，是一件特别有品的事情，有文化。因为在小的时候都是买那种卡带，完了年龄完全被暴露，对的那种卡带，然后那个时候玩起来，对，而且还是那种就是街边小店录音的那种，什么香港十大金曲啊，什么都是那种。但是你当你真的能去 HMV 买碟的时候，那证明两件事儿：第一，你有欣赏水平；第二，你有钱。因为钱真没法在那儿买。一百多块钱正版 CD 啊，一百多块钱，200多块钱，是啊。这是你看他有这个记忆，而且还得去香港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反正就是大陆有啊 HMV， 但一开始的时候，早期的时候，你还得去香港。我估计香港的店还能开一阵儿，是吧？现在还开，还在，但是他这个英国的这个总部吧，就是破产了嘛，破产。1921年，开始的第一家 HMV， 而且创办他的还是大作曲家 Elgar。那是英国最引以自豪的大音乐家，现在要申请破产。他们说呀，去年2011年两件大事儿宣布一个音乐时代的这个终结，一个是这个 HMV 申请破产，还有一个是 EMI 被这个索尼和谁，就是我忘了，瓜分掉了，就是说反映了这种传统唱片啊，甚至包括整个音乐的生态啊，这个产业。是个标志吧，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变化了。反正我身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说，如果出唱片你就别想挣钱，它只是个打广告。没错，就以前音乐人、歌手什么都是可以靠唱片来挣钱的，就像写书的人一样哈。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你就是一个广告，靠什么挣钱呢？靠演出。是，你看啊，像我们是很确定的，有个很确定什么叫音乐，那就是我刚到香港。当时在尖沙咀，对，后来那家24小时店，当年四层楼吧，对啊，HMV， 哎呦，我在那儿度过了多少时间呢？刚来香港，咱也不认识人，没事儿就在 HMV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本来就是个糙人，就是我不会听音乐的。这个要感谢一个人呐，就是哲明主持李静的老公黄小茂，早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。我们俩两个男的住一套房子，住一块儿。那个时候，他是因为搞音乐的，所以他领着我，他带我去逛。哎呀，我觉得真是打开一个世界。就是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对 HMV 有感情？这可能平常不逛的人你不能理解，因为你到时候我过去在内地的时候，我以为世界上的音乐就是流行歌曲，要不就是摇滚乐，要不就是古典音乐，我就只知道这几种嘛。可是到了 HMV 我才知道，像海洋一样，没错，音乐的种类啊，对，太多太多了。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流行什么 world music， 就是这个什么，还是什么世界各地的传统音乐，就是跳舞音乐、电子音乐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个种类太多了，世界音乐什么的，他那儿一个贵一个贵，而且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，现在大陆可能也有了这种服务了，因为可以试听啊，有。为什么站在那儿一站一下午腿都站麻了，就是在听，你可以听那么多张唱片，对，最后选择当然是。贵啊，我那个时候，哎呀，多少工资啊，你想100多块钱200多块钱正版 CD 就花在 HMV 啊。对，而且 HMV 还有个对我来讲也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啊，没有像大陆这么方便，这么多打口袋打口碟，那时候最小开始听是在台湾嘛，也是听卡带，后来听黑胶唱片，但是那都也都是正版。
那也有些非正版的，但非正版其实不好找，反而在港台。那么在香港那个年代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传说中有个什么什么音乐，听说有什么什么很厉害，你要去找，就跟现在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心情。你要想象我小时候，我们说某本书很厉害，你要找掏书啊，那是多困难的事儿，一本书完全找不到，你现在上网就有。那个时候不是，你真的可能要托人说，哎，他去伦敦，你去伦敦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捎一本回来？唱片也是这样，哎，他要去纽约，纽约哪家哪家我查过了，那家唱片行给你个地址，你去那给我找，那看有没有，得那么样子来弄一张唱片回来听，然后听的时候就珍而重之，而且过去黑胶唱片一个大套，对，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认定黑胶唱片才谈得上有设计可言、CD 不一样，对，够大，然后碟拿出来，拔掉胶套，很慎重的放上去，唱针放上去，然后开始看它转，啊，一伙人就在那边听。你尤其是摇滚乐，你觉得要那个唱片必须你看着它转，那才叫摇滚乐。然后大家就那么听。那么到了后来呢 ，HMV 的出现是改变了所有东西，因为那是已经是 CD 时代。CD 时代当然我们早就也就开始听 CD 了，但是 HMV 最大的一个好处，对我们当年来讲，就忽然间你要找的东西都出现了。或者说你过去你没想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它也出现了，没错，而且那里面的店员我特别要提醒，就是香港那些店员很牛啊，很都是行家，很专业，很太专业了，那发型一个个都跟歌星似的，穿那裤子都是裤裆垂到脚跟的，你知道吗，哗过来，你要什么音乐你只要一说，有时候我都说不清，我说我要什么什么，夸夸夸夸夸就给你找出来，对，就什么都给你找出来，而且还跟你介绍，感觉音乐发烧友啊，这是就是发烧友，这是个聚会，哎，但对我的感觉哈，就是网络的出现就有点像可能当年 HMV 出现对于文道老师的这种感觉一样，因为你一下子你就有一种权威被打破的状态，比如说原来你要占据这个叫做什么 HMV 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唱片行吧，我这个词用的对不对，对，你要用，你要占据这样的唱片行的这个显著位置的柜台，你是需要有比如说大唱片公司高额的包装费用或者怎么怎么样，你才能占据那样，你才能够进入到顾客的这个眼睛里头，你才能进入到他们的 list 里头，否则的话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你这个音乐在，但现在网络的出现就不是这样了，对，就是我只要搜索一些关键词你就可能就出来了，你就跳出来了，你就能进入到顾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购买单里头，所以现在它等于是一个权威的打破，我已经传统的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，变成了更广阔的一个选择范围，是，可是呢另一样我觉得现在啊确实是方便了，方便的呀，方便的我都崩溃了，就是太方便了，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的已经开始这个恨恨不已，说 HMV 要这个停止了，我觉得真正应该停止的应该是互联网，他就觉得是互联，他这个观点他认为互联网毁了这个音乐，那他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做你做音乐是吧，哎，完全要靠叫病毒式的传销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音乐贬值了，就是说现在大家听什么音乐，他提出一个词儿，要不说大家可能有人骂他精英了，他说现在这个靠着互联网传播音乐啊就是屌丝审美，他说比如说我们过去我们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，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市场喜欢什么音乐，我们就知道他那些在网上能够传播的能够流传的，你我倒是觉得反而不是耶，因为反而是让音乐的种类更细分化了，就是你比如说那种有一些歌他所谓说的那种屌丝审美的那种歌，真正的比如说精英层类的人哈，他该不听他还是不听的，他不会说因为他很红，是这样没错，他就会去听，或者是因为他很红就会受到邀请，不见得的，但是他做音乐呢他收不回钱来了，这倒他通过互联网，或他可能就得换一种收钱的模式了，我觉得就可能原来的模式变化了，其实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好几次讲音乐产业的未来，但我比较有兴趣从一个音乐爱好者，我就当一个听众，我不管你们音乐怎么做出来你们还这么治疗，其实观众听众的角度讲，我觉得这几年变化也很大，因为以前呢就像你讲的，以前真的是有个垄断的，就以前你想想看那个所谓的音乐品味啊，今天讲的说你音乐品味高是因为你懂行，你说出内行话，那个年代不是这样，那个年代是
甚至是某间唱片行只有他才有这些唱片，他就是权威。嗯，或者是朋友圈子里面，对，都说谁有这个他就是权威。今天你说谁有，谁都有，对不对？嗯，但那个年代不一样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你就像我刚才讲，你很辛苦的千辛万苦才弄到一张碟，然后你听的时候呢，你会反复听，然后一首歌一首曲子你会真的很仔细研究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听，比如说我们听古典音乐一帮人啊，以前听说某一个大师的唱片，哎，有了来了之后，我们是拿谱对着听的，哦，他这边这样，他这边这样，然后再拿另外几张来对着很仔细的听。但是当现在我发现，比如说我现在也用 iTunes 买音乐或网上买音乐啊，你指头一按就下来了。那你发现你电脑里面储存着几万首歌，没错，你听都没听过。他们说呀，这个 iTunes 和那个什么 iPad， 嗯，就是说乔布斯毁了音乐，嗯，但是实际上乔布斯是特别爱音乐的，嗯，他的偶像就是那个谁呀，Bob Dylan， Bob Dylan，Beatles 这些哈。哎，我是觉得，你看最近几天他们在给我弄哈。我觉得现在苹果你注意到没有，有点走下坡路。嗯， iPhone 5要折价发售，嗯，有人说了说 iPhone 5就是并没有更好，而且股价都在下跌。我从我自己的一个应用细节上啊，嗯，我觉得他们背离了乔帮主的路线。哦，还没有买到 iPhone 5，哎，你说说什么样的感觉？哦，我现在还在用的是 iPhone 4呢。什么样的感觉？我 4S 都没用。我跟你说一个他们发给我的一个段子，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感觉。嗯，他们说啊，有些人去那个上厕所，嗯，上这个大号的，这个手机 iPhone 5没处放，于是呢就用牙咬着，结果呢这个壳都裂了。说这给我们一个教训，就是那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用力很不容易。不是，他们就说就一坐很差，是吧？一坐就弯了，屁股所谓一坐就弯了。但是这是小问题啊，主要是说我觉得啊，乔布斯啊，他当年不是说受东方哲学影响禅宗吗？嗯，我认为乔布斯的思想有个很宝贵的东西啊，就是咱们东方人说的叫大道至简啊。嗯，至简就是最简单，嗯，他追求简单，甚至你看像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 iPhone 或者什么的都非常简单，就他一个这个东西你就用吧，嗯，是吧，一摁就肯定有，对吧，直觉的一摁哪儿就是哪儿，对吧，嗯，但是呢你看这几天他们在 iTunes 给我找这个音乐，我就发现呢我都已经都是苹果家族了，嗯，我的老的苹果电脑突然就爆出你这 iTunes 要升级，嗯，升级了你才能够把这些音乐存进去。好，然后我升级了之后呢，我就有个 iPhone 5吧，嗯，说你这个老电脑已经不能容纳一个最新版本的 iTunes 了，嗯，所以呢我好不容易把音乐先导到 iTunes 里，当我想再导到我的 iPhone 5里的时候呢，他又说了说你这个 iPhone 5是更高的版本了，你要代沟，你就不能就是哪哪都了，其实它是升级升得快，嗯，尤其是 iTunes 它是几乎每天都有些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，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，但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难吧？哎呀，我觉得是吗？很困难吗？你觉得？我也是这么用的，就我觉得它为什么升级吗？所以我现在有点烦这个，为什么老要升级换代？嗯，所以这个才是问题，这个就不只是苹果的问题，是整个电脑整个 IT 产业、电子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，就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这种消费产品了，就它的代换速度太快，就等于你为什么一定要买 iPhone 5呢？你不能够就用 iPhone 3吗？反正我现在还是4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大家这种追逐新的东西啊，这就越来越把它当成一种像可以换季一样的消费品，才会把它这么推上去。可能我比较了解，比如说时尚产业的部分啊，就是服装部分的，现在已经是在做明年的这个秋冬的东西了。嗯，就是这个引领潮流这块要很快很早。嗯，其实现在我们还在穿这一年的秋冬，但是发布会已经在做明年秋冬的东西了。嗯，就是得特别，你感觉好像说我一定要站在更前沿，我才能把别人抛在后面，大家都要往前站往前站再往前站。嗯，就变成了一直要更新一直要更新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所有的就是大师谢幕的时候，他穿的衣服反而都是非常的简单，黑白或者是就是牛仔裤 T 恤衫，他设计出一大堆很复杂的服装之后，他自己谢幕出来就穿一匡威的小白鞋，然后一黑色的裤子，一白色的衬衫，就这样。设计师建筑师
他们的标准服装就黑色跟白色嘛。对，简单永恒、嗯、是吧？对啊。但是我就觉得咱们现在就是这种更新换代这种更新呢、啊，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呢，还是让生活搞得更烦了？因为我就觉得，你比如说按说电脑啊，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，包括这个互联网，可是实际上它给你造成的麻烦也一样多，动不动你就得弄个软件啊，这跟那儿不匹配，那儿跟那儿不匹配，什么升级，有时候折腾一晚上，宝贵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个里头。我觉得我能不能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哈，你比如说像以前唱片界就那几个唱片公司的时候、嗯、其实它是减少了你思考的时间的，因为它决定了品味，就现在流行什么，现在的品味应该什么样，因为就那几家嘛，他们联合，只要他们稍微联手一下推出的音乐，比如说这段时间全是这样的，那就证明这段时间就流行这，你都不用想。但是问题现在选择更多的情况下，你就得费脑子想，就包括说你电脑有这么多的音乐可以选择、嗯、唱片业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家唱片公司了、哎、你就得费时间去想，我到底要跟从谁，哪种音乐我喜欢，哪一种我到底要选择，哪一种服饰出门，今天的风格到底要是什么，这算是麻烦吗？一定算是一种多一种麻烦。像那个电影叫海上钢琴师、嗯、那个钢琴师不是不肯下船吗？一辈子不下这个轮船、嗯、不肯到纽约，他就说钢琴只有88个琴键，嗯，我能弹奏出美好的音乐，但是如果这琴键多的是无数呢，那还有音乐吗？就你就没谱了、嗯，没谱了。就是不过我想说回这个你刚刚讲的这种升级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啊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情况，人类的很多的技术啊，这个发展啊，是有一些东西是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它就很稳定，然后很久都不变，嗯，有些东西它是因为不成熟所以它才常变。我觉得我们用来记载文字资讯的这个载体过去很长时间是非常稳定，像书、嗯，对，我们今天说大家都在网上看，但我没有想过书是人类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技术产品，就书这种折页这种东西在人类上已经有几百年，没错，而且写在纸上这个东西已经有2000年没变过、嗯、很少人类一种技术是2000年没变过的东西、哎、是，这是一个。但声音的保存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100多年的时间，所以它还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，变动很快。而且我已经幻想到了，就是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将来会奔着成仙的方向发展，就是越来越啊无形无色，越来越清零。你知道这几天我学一个，我觉得哎呀，这就是一个仙道，或者一个 iPhone， 你知道吗、啊、这里边有你这辈子所有你爱听的唱片的音乐进去了，我自己不会弄，全考进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就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音箱，一个盒，无线的。你过去你在每个房间里你都要放个小音响、嗯、对吧，现在你就把那盒方方正正的往这儿一放，只要这个蓝牙一通，在手机里放这儿就放，你出去旅游你知道吗，随便往哪儿一放，朋友们喝着酒拿一手机放这儿，对，多少几万张的几万首歌在里边循环播放循环播放，哎，你这个越来越小啊，越来越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声音影像在你耳边环绕，但恐怕就没有以前那种珍惜的感觉，那种珍贵的状态了，以及那种仪式感，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黑胶唱片的爱好者、嗯、反而到处被受邀上节目、啊、就是因为以前的那种，就是他们就会拿来，就说第一就像说封面的那种设计的东西没有了，完全不一样，你现在电脑里头你就不会再有黑胶唱片那种大唱片的那种、嗯、设计啊，就是然后再加上那种仪式啊，拿唱片出来往上放，就像你一旦有仪式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都高贵好。而且因为黑胶，我到现在我也最近也在想重新听回黑胶，有些就是因为我发现黑胶，很多人说它有温暖的感觉，其实那是因为它粗糙。我跟你说，它取样不够精，它所以它会有粗糙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它对它声音会温暖一点。它好玩在哪儿啊？那天我看一个这爵士乐的那个早期的那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、嗯、路易斯阿姆斯那个时候录音的那个唱片。哎呀，那个声音听的多么的亲切，为什么说多么亲切啊，他说我们那时候去录音呢，阿姆斯特朗啊要站在门口，因为他如果站在旁边，他这个小号啊，他这个乐器啊，声音就把其他盖住了，所以呢他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调嘛，没有谁的声音高低，就是说哎你离远点，
就落来听一听有没有喧宾夺主，啊，那再离远点，最后他都到门口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乐队就这样录下一张唱片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的时候啊，我觉得真亲切啊，就是，而且反而我觉得更有高保真的效果。我恍若呀，身临其境，我好像回到了他们录音的那个车间，还有点嘈杂，但是呢，哎，你怎么觉得更加的回到现场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这个时代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选择很多，数量很大，但真的那些东西会贬值的。比如说不只是音乐，比如说你不可能再那么认真的听同一首歌，就连友情都贬值。如果现代人玩惯了 Facebook， 同学网、微信这些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友情贬值呢？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交友的方法就在这种社交媒体上交友，他说我跟你绝交了。就你想回想小时候，你什么叫绝交那个概念啊，是多慎重的一件事儿。现在绝交就是按个钮就绝交了嘛，拉黑了。对，就拉黑了，再按个钮又是好朋友了。所以这整个友谊的观念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我真正的好朋友没有在网上的，这就是不太可能。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啊，还有一个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我觉得现在时间浪费的感觉越来越严重。相反，恰恰是因为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屋里哈，手机啊、苹果啊什么，一会儿微信响了，一会儿信息响了，一会儿这个电脑这儿出来一个，一会儿那儿出来一个，一会儿电话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啊，这一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不停的要处理处理啊。我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？因为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原因。年轻。不你年轻，不你就是比我们年轻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哈，比如说像原来联系，就朋友之间的联系，比如说坐在对面，如果没有到真的很熟啊，从小一起长大那种很熟的关系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有时候有尴尬的空白。就比如说聊天的时候突然间，哎呀，我不还不知道该往什么东西聊呢，还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，打电话也会有这种问题。但比如说微信的出现，短信的出现的时候，就会规避这种东西，不怕冷场啊。你慢慢等你熟悉之后，你会确定说，哎，这个人可以是我的朋友。原来是受空间的限制，我挑选朋友的这个办法，就是只能是要不从小一起长大，要不就生活在身边。但现在不是了，搞不好我真的能挑选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但是太多了之后，你发现呢，你没法关注在一个人身上。哎，这也是注意力的分散。注意力，对。